1898年夏末，戊戌变法已经进行了3个月，光绪皇帝在维新人士的支持下越走越远，他们希望甩开军机处，摆脱政令不出紫禁城的尴尬。此时反对的潮流涌动，表面上退居二线的慈禧太后明显不耐烦起来。为保护光绪，变法设计师康有为看中了新建陆军统帅、直隶按察使袁世凯，他不仅手握小站新军的枪杆子，而且很开明。光绪决定召见袁世凯。此时，京津之间的铁路已经通车，袁世凯离开小站前往天津，准备坐火车入京。而小站练兵的话呢，是这个戊戌变法的话呢，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带有转折性的一个焦点所在。那些军子们就是在这个焦点上栽了跟头。那么这个栽这些跟头跟徐世昌有没有关系？戊戌年阴历7月23日，袁世凯到达天津，留下了挚友徐世昌主持小站军营的日常工作。4天后，他突然电话急召徐赴京密谈。徐世昌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念6日晚，魏廷自京来德律峰，约明日赴京。袁世凯是先到天津，日记上记述呢，打电话把徐世昌呢从小站叫到了天津，用了3个字，是接魏廷德律峰。德律峰我觉得可能就是一种音译电话的意思。念7日，魏廷约赴京，黎明冒雨行，道路泥泞，乘车行30余里，骑马行30余里，日西到，与魏廷谈。接到袁世凯的电话之后呢，第二天他就赶快从小站来到天津，很困难。日记上记述呢，60里啊，走了一天，当时路不好走。为何袁世凯急匆匆地将徐世昌叫到天津？有何棘手之事？袁世凯就嘱咐徐世昌，就第二天去北京。北京政局动荡，保守派与维新派针锋相对，孤身赴京如何应对？袁世凯希望徐世昌先到北京替自己的面圣之旅打前站。阴历7月28日，徐世昌到达北京。4日，徐世昌见到了维新派官员杨锐。杨锐与谭嗣同等4人刚刚被光绪晋升为军机处章京，入主中书，当时正如日中天。第二天，袁世凯也来到北京。7月9日，魏廷到京驻法华寺。法华寺，这个之前的皇帝接见他几次，也是因为康有为他们变法派跟光绪建议的呗，肯定是说袁世凯也是我们变法派的人，他有部队，所以光绪才提拔他，才召见他。戊戌年8月朔日，光绪在颐和园召见了袁世凯，面谈后升任他为侍郎候补。4日，光绪帝再召见袁世凯，他对袁世凯说：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
光绪命袁世凯与直隶总督荣禄各办各事，这其实是在暗示袁世凯可以取代荣禄掌控直隶的兵权。但是这个时候这样的召见呢，我觉得也是光绪作为一个国家的这个皇帝也是一个不成熟的措施表现。你这个激进的措施要是再加上军事的激进，那这国家就乱了。那么袁世凯还是比较沉稳的，他心里一定很纠结，皇帝越找他越害怕。其实实际上就在袁世凯到达北京前一日，光绪已感觉自己权力不保，他将一封密诏交给了杨锐。密诏中这样写道：将旧法禁变而禁处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国时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此时无论是袁世凯还是徐世昌对此都一无所知。光绪在接见完袁世凯后，又给康有为带去一封密诏，命康立即离京赴上海督办官报局，着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务得千眼观望。光绪让康有为离京，并非只为康的人身安全考虑，康有为以及军机四张京已成为眼中钉，特别是康有为尤为慈禧太后所反感，赶走康有为可息事宁人，求得自保。光绪一方面拉拢袁世凯，希望抓住枪杆子，另一方面在极力缓和帝后矛盾，想法不可谓不周全。但康有为接着密诏后并未离京，他先痛哭流涕，然后决定借助袁世凯武力夺权。接到密诏的次日，即八月初三早上，康有为向维新派人士宣读了皇上的诏书，但这份诏书显然是康伪造的，它更像是一封求救信。朕为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己见，太后更怒，今正位且不保，如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虑，不生期盼之志，特谕。康有为日后说，光绪给他的诏书他已经烧毁了，似乎这样便无可对证了。但他没想到杨锐保留了这份诏书的原件，杨锐的儿子1909年将他交给了督察院，康有为伪造诏书的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宣读诏书当晚，康有为命维新人士谭嗣同夜访法华寺，劝袁世凯起兵勤王，杀荣禄为颐和园，求慈禧，戊戌变法来到了关键时点。那这时候，不光皇帝找他，谭嗣同来个夜访法华寺，把这个事儿全锅端出来了，让他更害怕了。戊戌变法的事态急转直下，前后不过一周，期间徐世昌在北京一共停留了4天时间。徐世昌写日记，事件越大叙述越简，有时甚至不写。徐世昌这4天的日记记录了什么呢？八月朔日，吴生约早饭，饭后到静福处，午后看树客。树客是谁？徐世昌并未详述。
正是这一天，光绪第一次接见了袁世凯。袁世凯在日记中这样描述自己一天的活动：回宣少时就寝，午后也离邸不遇，也刚相国、王玉两尚书均误。袁世凯清晨去见皇上，回来后睡了一觉，午后拜访了几个皇亲权贵，主要在京城西北活动。而徐世昌活动的地点是南城，城南乃维新派人士聚集之地。很明显，此时两人已有分工，袁世凯去见位高权重的保守派人士，徐世昌去见维新派。次日，即八月初二，徐世昌搬入了法华寺，与袁世凯合兵一处。初二日到城内住法华寺。八月初三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命运攸关的一天。早上，康有为宣读了所谓的密诏；晚上，谭嗣同夜访袁世凯。那么，徐世昌日记是如何记录的呢？初三日出城料理回京。徐世昌出城做什么了？难道真是为回天津做准备工作？这天早上，康有为在城南的南海会馆向维新派人士宣读了光绪所谓的密诏。康有为在回忆录中是这样写的：与父生跪读痛哭，乃召卓如及二徐幼伯来，惊化救皇上之策。原幕府局人一来，我乃相与痛哭以感动之，徐局人一哭，于是大众痛哭不成声。原幕府局人便是徐世昌。在聆听所谓密诏的维新派人士中，竟然有徐世昌的身影。包括康有为的记载，包括其他人的一些记载，都能看出来，就是那个时候是有这样一个有聚会，他们商议了这些问题，而且没有避着这个徐世昌，徐世昌是参与到进来的。沈云龙在《徐世昌评传》中写道：世昌见康党诸公平素谈政治改革，议论不可一世，而至紧要关头，除痛哭外，别无善策，伎俩已不过尔尔，于是也一居同情之类。八月初三晚上，康有为命谭嗣同夜访袁世凯。那么，此时徐世昌又在哪里？他的日记中又是寥寥数语：晚又进城，闻有英船进口。英船进口指英国军舰靠近大沽口炮台，这几个字透露了徐世昌当晚的位置。因为按他日记记述呢，他就是出城进城准备回天津。假如说他出城确实是为到了南海会馆见康有为的话，那么他从康有为那儿是不会得来这个军事消息的。而他日记最后记录了就是英船逼近大沽这样一个军事消息，只有从袁世凯那儿得知，是吧？也就是说可以证明他确实见到袁世凯了。袁世凯当天的日记证实了这种推测，他说自己得到军事情报，英国军舰集中大沽口，荣禄令其早回天津一日，他便找徐世昌前来商议。不久，谭嗣同便突然来访。因主木有半折续明缘由，你先一日一功递折，诸勋后即回京。正在内室秉烛拟书稿，忽闻外室有人声，昏人持名片来，称有谭军机大人有要功来见，不候传请，已下车至客堂。
日记中所提到的木友便是徐世昌。徐日记中说的晚又进城，他显然是进城去见了袁世凯，并将白天维新人士的动态告知，同时从袁世凯嘴里听到了英船进口的新闻。8月3号的这个晚上，谭嗣同去见了袁世凯。那么在这前白天，是徐世昌参与了这个康梁他们的那个商议的那个会议，也是痛哭流涕的。他离开康梁之后，肯定会把这个事儿跟袁世凯说一下。就是袁世凯见到谭嗣同的时候，他脑子里不是突然的，他是有准备的啊，是吧？他已经从徐世昌那得到过一些信息。当谭嗣同走进法华寺时，徐世昌是和袁世凯在一起，还是已经离开了呢？康有为的大弟子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认定，徐世昌参与了整个密务过程。就是他没有直接说，就是说谭嗣同在跟袁世凯谈的时候，是吧？旁边有人搭话，是吧？如何如何，是吧？谈那个梁启超就认为呢，搭话人是吧？除去徐世昌以外，别人不够这个身份。实际上，无论徐世昌是否在场，袁世凯都已经知道如何应对谭嗣同了。沈云龙在《徐世昌评传》中写道：是日深夜，谭嗣同往说袁世凯情亡，何去何从，待已获世昌回报而称住在胸。答谭嗣同诸语，均属事前准备敷衍之词。而左右袁之决心者，自以世昌蛛丝马迹嫌疑最重。在徐世昌的分析和劝导下，袁世凯已经认定维新派人士不可靠，他日后对幕僚谭吉康党的武装夺权计划曾有以下言论：此事何等机密之事，彼等在别处亦昌言不讳。次日京中已有交头接耳谈其此举者。徐世昌在京4天，他与袁世凯联袂出演了一出双簧，两人分工明确，一人应对维新派，一人应对保守派，伺机而动，两边押宝。事态一旦清晰，徐世昌立刻返回小站，为未来的变局提前做好准备。8月初4，徐世昌先一日离开了袁世凯，回到了天津。他从北京回到天津之后做的第一步，如果按照我常规来考虑呢，他应该马上回到小站。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政治形势是很紧张的，是吧？冯国璋啊，段祺瑞啊，还在小站那儿听信儿，说到底你们二位什么意思呀？我们都在该做些什么呀？徐世昌到天津后并未立刻回到小站，而是去见了一个人。初5日，访范孙酒坛。他日记记述呢，第二天去访范孙。范孙呢是谁呢？严修，是吧？他这个字范孙，南开大学的创始人。范孙便是严修，他日后因为创办南开大学而闻名。当时他与徐世昌是翰林院的同僚，他们两个是同科举人，他们在翰林院共同共事了，做同事做了7年。那他们之间，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爱好，学问基础都差不多，所以他们很好，在这个翰林院的时候关系非常好。如此千钧一发之时，徐世昌不直接回小站，而是去见严修酒坛。他们到底谈了些什么？严修当天日记的记载耐人寻味。局人来留饭，内子回京狱检点，预备退京狱之房，全卷回京。与徐世昌酒谈后，严修立刻派夫人回到了北京变卖家产，
并将全家带回了天津。那么严修为什么跟他谈完之后马上让夫人到北京变卖家产全家回京呢？只能说明就是薛日昌当时找严修谈的时候，是他对于戊戌发展可能有一段自己的预判，他认为这种发展下去会引起血雨腥风，因此劝老朋友及早脱手。与严修见面后，徐世昌只身回到了小寨。初六日策马回营，各统领营务处来。第二天一早，他用了四个字，叫策马回营，快马加鞭啊，说明他当时心情是很急迫的。而且到了小寨之后，日记记述，就是各军管带来，叫段祺瑞、冯国璋来听他指示。徐世昌匆忙赶回小寨，稳住新军，这显然是事前与袁世凯商量好的。此时，袁世凯已经从北京回到了天津，他又做了些什么呢？传统的观点是说，袁世凯到荣禄这告密，荣禄呢连夜去北京，或者说荣禄打电报去北京等等，所以才导致了戊戌政变。史书大都记载，袁世凯一回天津即找荣禄去告密，将维新派人士要武装夺权的消息和盘托出。实际上这个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到了戊戌变法的时候呢，天津跟北京就通了火车了，但是是刚通火车，注意是没有夜班火车的。列车时刻表是上午一趟，中午一趟，下午一趟，没有晚上的火车。卑职顿时这个意思，不过事不宜迟，大帅请立刻进京吧。是，来呀。所以没有晚上的火车，而且袁世凯从北京回到天津的时候呢，是坐的是中午的火车，到天津应该在五点钟。五点钟以后走到荣禄的那个府上，荣禄呢还正接待人，等荣禄接待完袁世凯已经是晚上十点以后了，半夜了，荣禄是不可能去北京的。袁世凯在日记中提到，他回到天津时太阳已经落山，他确实将维新派的计划告诉了荣禄。抵京日一落，即议院叶荣相略述内情，并称皇上圣孝实无他意，但有群小结党煽惑谋为宗社。那么这个我觉得从他个人来讲，他的这个五卫军一共才七千人，是训练的再好，你也不可能跟这个荣禄控制这几万部队相抗衡，而且我们说军饷也好其他也好，实际上都在荣禄手里控制，因此呢这个袁世凯就没有其他选择。那时候没有飞机，没有夜班火车，没有汽车，他没有办法去北京，也没有路灯，他就是骑着马去都到不了北京，所以说到凌晨慈禧发动政变已经没几个小时了，他没法去。而且当时的电报呢，北京那边电报在哪儿呢？在狙击处，杨锐他们改革派的手里，颐和园慈禧住那地方不通电报的，所以证明这场政变跟袁世凯跟荣禄的所谓告密是没有关系的。慈禧太后当时的情报管道众多，对于如何对付帝党其实早有预案。不是袁世凯出卖变法，是激进派的做法一定是在慈禧那儿有考量的，慈禧动手是早晚的事儿。袁世凯跟荣禄的所谓告密呢，确实促成了戊戌六君子的被杀，确实跟这有关了，因为慈禧知道了，好要杀我呀，那还行啊。阴历八月初六，光绪被软禁，太后训政。当天，步军统领衙门围南海会馆搜捕维新人士。义和团入京师，清政府宣战列强。他没想到这个后果。大厦将倾，两宫西逃，徐世昌迎来命运转机。他把老家家底交给你了。刺杀五大臣，新政受挫。主政东北，局人脱颖而出。